很多同学分不清 sometime, sometime, sometimes 和 sometimes。今天我来教你一个口诀，再也不会错。分开一段时间，相聚某个时候。分开 s 是几次，相聚 s 是有时。什么意思呢？分开一段时间，如果是分开的 sometime 就是一段时间。比如说Do you have some time? 你有一些时间吗？相聚某个时候，如果是 sometime, 没有空格，就是相聚的，表示某个时候。Let's do this sometime, 让我们找个时间把它做了吧。分开 s 是几次，比如说我们是分开的 sometimes, 有 s, 它就是几次。I've been here sometimes. 我来这儿几次了。相聚 s 是有时。那如果是相聚的 sometimes, 没有空格就是有时。比如说 I sometimes go there. 我有时候去那里。你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给十七老师一颗小心心吧。